輝く価値がある。私たちはキャンディースター。すごく緊張します。来ます。はい。那么我们キャンディースター呢是成立于高雄，已经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快要6年的动漫舞蹈团体哦。没错。那我们主要是以动画、ACG 以及秋叶原为主题的舞蹈团体。是的，没错。那么我们。的主题呢，还有我们想要推广的文化呢，就跟我们这次 Little Akiba 摊位我们的想要推广的方向是非常的相同的。没错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将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我们 Candy Star 的原创单曲里面的同名的 Candy Star。耶、yeah。